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wi， 今天要来开莱尔富2022的五虎临门福袋。那这个福袋的话，售价是200块钱。那这是它的正面，上面有四只小老虎。那它的背面的话，这是它的奖项。那它第一重的话是随刮即中，那有 iPhone 啊、Celine 的包包、Dyson 的吸尘器、吹风机等等。那底下这边的话，第二重就是 Toyota 的汽车一台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会开到什么东西哦。哦，免得有个紧。这是乐事九州盐烧海苔一包。这个是点心面，还有这个旺仔小馒头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红包袋，这应该是吉米的红包袋，对对对，吉米的红包袋，幸运遇见你，大概是一包 extra， 还有什么？一瓶这个气泡水，还有一张刮刮卡跟这个新贵派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刮刮卡会刮到什么哦。好烂哦！免费兑换克里姆面包。那底下这一个 QR code 的话，我就不刮了。那这个之后再来就是做登录抽奖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莱尔富2022五虎临门福袋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